对啊，对面就看到说你的厂房啊，不难找了。走高速公路走错了啦，我走错一条路投到高速公路上。那高速公路一走错就很难了，那高速公路很长的，你就要绕一大圈，就又绕到新店去，回到新店又转到中和，中和车又没油加油，车又抛锚了。现在怎么样？好啦，那这加了油就 OK 了吧？加了油是好一些，他那个很难受了，那车子有老车，有时候有点状况。哦，你的车子几年了？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，十年、十一年、十年了。那比我的还新一点嘛？是啦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我的是2000年买的嘛？应该是，对，我要比你还早一些，只是比我晚买吧。哎，我那个车之前大修过一次啊。大修过一次。他买的不是新的吧？我买的新的啦，是新的，不是二手货。哦，我们第一部是二手货。对，就让姐姐开，让大家都开这样子。第一部的是二手，大修过。你也是开车来？我没有。对呀、啊。我怎么可能开车来？我现在已经不开车了。我知道啊，这是我现在已经不能开车了，我现在不能开啊。啊，像你知道，你看到这情形知道，现在大公车要过来了，其实哦。我小雅也考过，小雅也过来也是，你张叔叔也是，早晨也是很奇怪。我现在我不难找，为什么找不到？你现在知道大概知道怎么走吧？我知道了啦，绝对我知道应该走了，走平路，不要走高速公路。没有问题，是他这里都找不到那个路。对呀、啊，姐姐上次也找不到，我这不信，我还是找不到，所以当时绕一圈了。我现在知道了。上一次那个小珍跟他同学两个哈，一个看地图，一个人开车。我现在就在想为什么，然后就为什么电脑里找不到？我现在我在看呢。你要用那个啊，用。Google 啊。不是用那个导航嘛，它就会导航没有、欸，我也是找不到。现在导航找不到，没有这个路。我不晓得是我机器差还是怎么样，那没关系。没有，地图上都没有这个。因为我可以、啊，我有哎、欸。有的导航比较好，有导航那个机器有点差别。哎，那也许我不太会用我的机器，也不一定。